一个今天给你们介绍大仓金红酒，先切它大仓先，大概是一瓶放两粒红的大葱，红的大葱啊，越大粒越好。这个可以防胆固醇，还有失眠，还有糖尿病。OK， 这个要跟它擦干啊，里面要干的，一粒切成四片。哦，这样子切眼睛会很辣，所以戴眼镜就不会辣到眼睛了。哇，刚才太慢戴眼镜了，已经给它辣到了。下次要开始的时候就要快点先戴了才来切，要不然很辣。切完了就可以开出来了。哇，你看看啦，太慢戴眼镜了。OK， 一罐啊放两粒了啊，可以开红酒，我们尽量拿好的。2014年这个是奥运，尽量拿好一点的红酒啦，可以防胆固醇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螃蟹的蛋还是鱼的蛋啊，就可以尽量吃咯，尽量吃多一点，不是尽量吃多一点啦，尽量少吃一点。这个可以啊，努力喝多一点，这样子放下去了啊。有失眠的朋友都可以喝，晚上睡觉之前啊可以喝这个一小杯的，一杯早上一杯，晚上一杯就很好睡了。 OK， 不要晒到太阳咯，也不用放冰橱，在温温的地方就可以了啊。这是老人家教的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 try 一下有好没有坏的啦。 OK， 拜拜。